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八千万劫难遭遇，五经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本师啊，金传师，本神师啊，各位女士、各位弟兄，大家阿弥陀佛。即摆哦，迄法达法师哦，去见这玉祖慧能大师。这慧能大师伊开悟的人啊，伊看伊个拜头壳无大头壳，伊就改乌铁咯，伊讲哦，你本即万动，土气不足地，有我做一生，忘光何无比？是不是华达法师会悟脱了后，感觉足歹势啊？伊就安尼甲伊讲哦，伊讲啊，我毋知会使来亲近你无？伊讲会喏，啊，毋知会使带者。伊讲会喏，你就伫带啊。伊就解问啦，伊就讲你平时修啥物行？伊讲我上法华经，上三千步。伊讲你上一万步咧，境外要嘛要未上万啦。伊讲是安怎讲呢？伊讲你上经上三千步。我请问你，法华经啊，以什么为宗？法华经以什么为宗？问一个哑口无言哦，答不出来哦。法华经以什么为宗？答不出来。如果你上经上法华经上三经，经见法华经以什么为宗？你唔知，唔知你咧上什么经呢？伊讲啊，地主真无耻啦！实在我上三千，我都一个唔知啊！你看嘛，上经上三千遍，又唔知法华经的意思，到底法华经的功啥？总之唔知，是烂凡夫就是凡夫，就是真可怜啦！各位为人真爱你念的金刚经哦，金刚经以什么为宗旨？上到要死，我也背嘛唔知啊！金刚经伊啊，应无所住，以先居心为宗旨。法华经以什么为宗旨呢？伊就问讲啊，无法华经是以什么为宗旨？慧能大师讲，我唔捌字，我啊无读过，我哪会知？无你念无我听，叫伊念无听哦。伊啊，这法达法师念我足细啊，伊就直直念念念念念念，一本法华经。念无偌济哦，念无偌济，念到佛啦，就是一一大殊因缘来实现这世间哦。我们这世间，我们这世间啊，一定有因缘，你们这边要生佛啦，我今来这都讲出来，佛啦，一一大殊因缘，来实现这世间哦。什么是一大殊因缘呢？开始悟入佛之地界，佛法经啊，就是以开始悟入佛之地界为宗旨。你看嘛，晓得的人都干那安尼听尔，还未上一半哦。安尼听尔就知讲佛法经以什么为宗旨哦？伊安尼上三千遍的佛法经，竟然唔知影哦？看我苦笑就好哦。
所以呢，咱啊，拢唔免骗别人，也嘛免骗家己，咱家己拢真清楚啊。所以啊，希望恁大家哦，咱做你讲讲阿弥陀妄念啦，你莫讲想要念经哦，自己暗间要装要念经啦。啊，我讲我来死，你家念经，我想我听无。我来死遐倒伫遐吼。我你家上我都听无，我恁咧上经拢遐紧着，我要来听有，我无啥啥，何况讲死去，所以我死恁拢家念阿弥陀佛，我对你念阿弥陀佛，家出来极乐世界，恁千万唔通家念经哦，你家念经哦，我实在我听无，我嘛对袂着，我啊敢听个老官，我死个位老官废去，我嘛去讲念，去讲助念念，我咧死人老官哦，啊，你家出来问我讲。父啊，他都死去啊！他系老干老干的哈，啊！我讲恁这阿弥陀的佛号念伤紧啦，啊！这人伊平时有皈依未？讲无啦，啊！平时有咧念阿弥陀，伊讲无啦，哎！平时都无咧念阿弥陀，你个念得紧了，伊捉未着了，捉个老干啦！我规定笑个哦，哈哈哈！啊！干那念阿弥陀佛，伊都捉未着了，捉个老干，伊也想讲去念经。啊！我把你捉个老官诶，啊！甲官老官个老卵都废去，啊！再来你讲我念阿弥陀，我好啊！甲你念念，我会笑哦，我后摆死嘛会笑哦，哈哈！我比大家叫我欢喜，我就会笑啊！啊！所以啊，伊就安尼甲伊讲，讲咱就佛祖以一代树因缘示现世间哦。什么是一代是因缘呢？就是开始我入佛的地界。这开始我入佛的地界是真深哦。莫恁莫想讲这简单简单，为了这几日讲一部《法华经》，安尼个哪有简单呢？对不？开呀、啊，什么叫开？何必一个地啊？这摆厝拢有设锁，对不？但惊插到入去啊，你就爱设锁头哦，哈、啊！咱家庭这厝就设锁啊，啊！这佛就是宝藏呢，佛经就是宝藏，佛就叫做宝锁，宝藏宝锁，宝的物件，咦，伊就锁掉了啊！亲像咱一间厝安尼设锁头锁掉了呀，啊！我看有人哦，这靠头只夹几百锁匙哦，锁匙夹几百，我足笨蛋砸锁匙的，那当当足废气啊！我看人拢安尼夹几百，就回去树拿哦，树拿连下，啊，一摆去台北国父纪念馆讲经，啊，我个本身是吧？你的连锁像那连锁跟澳门连锁的锁匙有杂哦，伊讲有啦，因为澳门连锁伊个小匙呀，啊去像那连锁哎呀小哎哎，银行生等下困啊，这个看杂足一支哦，大门嘛支个支笔啊，楼梯面顶的门嘛一支，伊个支笔个料房个门嘛一支哦，干那像那连锁爱三支。伊按那澳门连锁啊，伊嘛爱三支，啊，下开大门一支，下啊面顶咧门一支，过了办过一支嘛爱三支，哈、啊，三支锁这边三支，两边都六支啊哦，啊，啊个暗咧个无拍号码咧哦，啊一支扎过一支，一支扎过一支，看哪动都动未开，动开影动未开哦，啊，所以啊。一间厝的锁都拍未开啊！护风光佛祖的宝藏，你遐简单开啊？这无你简单开哦！你一定啊，这个锁是下迄个锁头孔，安尼开了再开，要无说锁要从啥？啊！所以讲啊，预防贼啦，这个锁头就是一支锁匙。白鸡锁匙呀，绝对开未开的，啊，所以这叫做开哦。这把开了后哦，
回来后内底包装真济啊，哎，内底包装真济啊，佛祖来给咱指示啊，啊，只有这三昧法门，只有这三昧法门，只有这三昧法门，啊，即摆开会哦，头底拢大藏经哦，拄则讲一百哎六十二本哦。啊，一本来这个不是一个法门而已，就是法门的啊，佛祖就一直这样给我们指示哦，众生什么款烦恼，你就要用三观法门来给他对治哦。啊，众生有八万四千烦恼，我就讲八万四千的法门哦。也一个众生一款烦恼啊，就一款法门啊。你看属于哪一款的哦，你自己爱知的，不知会知道用多一本经来在开悟啊，佛祖来给咱指示哦。即摆指示了啊，开始悟了后，你就会悟到。哎，所以开悟、开悟、开悟是，咦，跟咱讲，咱讲因果，其实讲因果呢，因缘果报啊。啊，刚跟咱两字开悟呢，叫做开始悟之无啊。即摆。你悟了后，你才发到进入，进入什么？进入佛祖的地界。什么是佛祖的地界？叫做正地正见。什么是佛的正地正见？佛祖可能讲，咱所有众生拢有佛性，将来大家拢会成佛。啊，这个叫做正地界。咱也要清醒意识啊，咱绝对成佛的。假使讲咱像外道，是安怎外道？啊，那都我都心我求佛，唔知有佛性啊，所以叫做下地下界啊。所以归本经、归本法华经啊，所讲的拢是要使一切众生，一开始悟入佛之地界啊。你乃知这宗旨，你只不过上法华经，你将来你就会开悟啊。六祖就安尼甲华大法师讲。啊，内底有真济记啦，比如讲啊，你今名发达，轻松未休息，啊，空松但顺声，明心好菩萨，你今有缘故，我今为你说，但信佛无言，莲花将靠法啊，嘿。六祖啊，伊个开悟真够讲一句啦，啊，伊啊就甲这华达法师安尼讲，讲哦，啊，你个法名或者华达哦，伊个你足爱上这法华经哦，拢无休困哦，轻松未休未休息哦，啊，你空松但顺声啊，咱啊安尼直直上去。叫这个什么的上叫明心和菩萨，你心那边就做菩萨了哦。今仔日你跟我有缘分哦，啊，我就跟你讲哦，啊，但信佛无眼，莲花将靠法。佛祖讲八万数啊，千法门的经哦，佛祖讲我拢无讲哦，连讲个一句都无哦，啊，但信佛无眼。啊，莲花将靠法，因为这种自性的物件，大家拢记着的啊。只是给你点出一句尔，啥物说个无说呢？啊，世人哦，外面着相，内面着空。咱这世间人哦，外口着一切相哦。啊，嗯，已经老出外的哦，已经老出里的哦，我都要修正哦。啊，嗯。世人外面着相，内面着空，那家己这自性唔知影哦。即连一相、二相哦，卖叫这相给咱迷去哦。一相、二相哦，一空、二空啊。咱啊着相就是凡夫，着空就是罗汉，就是罗汉哦。啊，空甲相拢卖着呢，咱就是内外不迷哦，迷就是菩萨哦。假如咱来要悟到这款道理呢，你一个念，你心都开啊啦，都开悟啊啦。耶，伊就那个华达法师教哦，啊，伊个个进一步甲伊讲哦，口诵啊心行哦，你嘴的念经，心爱知这经的意思啊，
啊，将这本经的道理哦，回归一心来修行啊。啊，这是专经哦，啊呢，接的我读这本经的宗旨哦，啊，一个阿弥陀经，教咱念阿弥陀，你都回归一心念阿弥陀佛就好啊。啊，无量寿经，教咱念阿弥陀，你都回归一心来念阿弥陀佛就好啊。你自己干，有要想，有要想哦。啊，你若一干有要想呢，口想就是心不行，安尼呢，就是比经转哦，啊。咱人啊，啊，敢那上经就去经转去哦，啊，所以讲啊，心未就发法转，心我再转发法，上经救不明啊，依依做手家，啊，你心那迷迷糊糊，安尼你就，你虽然你想化经，就去化经，给你转去哦。假使你心啊，真明朗，再讲一本化经。就是教咱开始往去佛去地界，安尼呢，你就一转发华，将这本华经一时回过一心来修行，啊！你若唔办呢，上经救不明，你上只故上三千步，唔知这本经的意义宗旨是多位啊？哦，意义做手家，甲这本经的意义就做完手家哦，做完手，啊，这手甲这手意思赶快，徛起来变去手赶快。啊，无念念即正，有念念成邪。啊，咱呢虽然在念经，但无感觉讲咱在念经。像咱自己按在念阿弥陀佛，你逐日讲你个念阿弥陀，阿弥陀念久，你就会调心。虽然无在念，你嘛是心肝拢在念阿弥陀佛，向上境界的阿弥陀佛。你想到向境界念阿弥陀，心底有阿弥陀佛在里啦。啊，这个叫做无念念即正，有念念成邪。虽然你嘴里念阿弥陀、阿弥陀、阿弥陀，你心都无伫咧啊！啊，也是向阳有啥物大代志来？啊，系系是啊是啊，系系是啊是啊，伊就温下啊温死个啦！啊，你若向阳境界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伊就未变，伊就未害个未死哦！啊，所以咧，这样念佛跟念经相像。意思就是安尼，哈，有无给不给？就讲，有无给不给？有念跟无念拢无介计较，就你念久对安尼啦。阿弥陀，阿弥陀，你就念念久来啊，你常常你咪念阿弥陀佛，你常常念出来，有人讲你念佛念到定佛啦，念到怕佛，是是安怎？咱人苦个极苦的时阵。最悲惨的时候，你个念阿弥陀佛，最感恩。迄时阵，你去念拢定的啦。我讲迄个早人回，先生该站啊，站个胸坎当中，脚底也好啊，听个经个无多，直直叩叩阿弥陀了。叩个最后，阿弥陀都现前。系咱人靠个极点是迄念的当中定的佛啊，咱虔诚虔诚个极点。迄个时阵念拢总是定的佛，佛祖拢会现前。啊，这个时阵啊，啊念字无念无，无念字念无，啊有无给不给哦？相依白娘车，啊，这话我经常对哦，啊，有讲有这时阵啊，羊咩啊车、骆啊车，啊个牛车，啊，这就是咧，比如。修行中心大行啊，这羊咩啊？啊，看到危险，伊家己变四招，未顾伊遐惊哦，未顾伊家庭关照，顾重伊家己，这叫做自了汉，叫做修行。落个车呢？啊，落个车，伊落个一力量啊，就是载较少哦，就是讲那。危险的是呐，这鹿啊，壮壮的，佮看，我倒转来看伊个羊咩，伊鹿啊惊哦，他唔知有见，我也唔知去用抓起啊无，伊鹿啊，伊走走嘞，啊，就当点火，遐鹿啊惊，走到伊头前，伊才佫走，会看过伊个鹿啊惊，也就是讲，一多人啊，但是多人啊无真济啦，啥物个白牛车呢？迄牛真有力，较济就拖起哦，啊。
也就是讲，亲像大乘的菩萨度一切众生，哈、啊，叫做相依并流车，啊，伊就安尼教，教伊要安怎诵经哦，你就爱用安尼来诵，你就会开悟哦。哈、啊，伊听伊安尼了后，听伊安尼讲了后，啊，有原来就佛法经就这款意思啊，哈、啊，哎，就是安尼诵啊，伊就照这个六祖的意思去诵哦。上个有一讲就开悟啊。开悟时啊，伊就过来六祖家哦，伊就解拜哦，伊就安尼讲哦，伊讲六祖我开悟啊哦，呢开悟也讲机啊，佮讲手机会听哦，伊讲啊，上经三千部，昨天一句梦，未明出世之啊，灵秀瑞仙空，阳落牛宽舍，初中秀向阳，随地会退来。原是法中王，写在我旁边啊。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啊，上经三千部，我上经上三千部的《法华经》，竟然唔知《法华经》的意思。今仔日来家哩六祖的所在，六祖大的所在叫做周溪。今日来家哩六祖啊，家里哦，你安尼甲点醒一下哦。啊！就是一中间看见我上的三千坡的经哦，叫做做起一股王啊啊！我上经上三千坡，唔知这意思。今日大家你六祖家呢，你安尼甲点起来，要我开悟，看见我上的三千坡，哈、啊！所以啊，上经爱怎意义哦啊？未明出世之哦，你呐唔知影这本经的意思，就画画经的。教我们出世间，教我们成佛，教我们做菩萨，教我们成佛，叫做出世子。啊，开始我就回去体验，回去体验就讲，咱众生拢有佛性啊，咱清净之修，咱将来成佛啦，就叫做出世子啊。你那未明白哦，灵修内心空啊，你得看少年呢，不要狂妄啦。啊，灵修内心空哦，啊。羊落牛宽舍，啊，有名车咯，落啊车咯，牛车咯，这种宽舍的，全桥方便而设。佛祖为了要利益众生，伊就讲这个修行众生大事。其实啦，佛啦，为说一心法，佛啊，经常这样的讲，无一啊，无二。啊，无二啊，无三哦，啊，我忽然微说一心法，佛祖拢爱咱众生成佛，啊，所以讲呢，修行众生大乘，这种是全摄全巧方便而摄，叫做全摄，啊，初中修向阳，咱的上经咱爱在哦，看经嘛安尼哦，恁爱修心哦，啥物叫做初中修向阳？咱一大本经拢有疏分，有正宗分，有流通分。啊，讲一本经的迄个头啊，讲迄个因缘，这啊，就叫做疏分。像咱一本册，而且是细文疏分哦。过来经文叫做正宗分，最后伊就讲对此这本经有啥物功德哦？啊，叫咱啊依教奉行哦。咱若真正要依教奉行，这叫做流通分啊，也就是讲回归一心来修行啊。所以咱一般的人，干那也要上经，不要回归一心来修行。我不是咧讲上这经啊，这经啊就像一张药单咧，一张药单啊。你重要爱将这张药单去贴药啊。拆的啊！医生跟你讲，三碗水转八分哦。哎，啊，你摇头摇这拢啊，啉了哟。啊，三贴啊，你伊这病就好啊。啊，啊，你照这张药单去拆药啊，干那自己个暗念这张药单，你念着死人，你的病就未好啦。啊，假使讲你也要将这张药单哦去拆药啊。那拆的啊，叫医生交代三碗水转八分哦。啊，你摇头摇脚拢甲啉落哟，安尼啉落甲对啊。啊，真正你的病最好啊。所以呢，回归一心的修行啊，叫做有因。你念这本经呢，
啊，就叫做有方，有方的意思啊，有方跟有圆，有端跟有圆啊。所以啦，这啊，初婚啊，也是讲初婚、正装婚、流装婚，拢同款重要。所以你卖起分别心，上镜个头，上个尾，看镜个头，看个尾啊。安尼呢，你将来啊，你就会知这本经的功啥货啊。随地飞起来啊，原是发中王。咱还要安尼呢？虽然咱伫这娑婆世界，三界不安，犹如飞铁。佛法经内底安尼讲啊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这样拢会轮回生死，亲像火烧厝共款。你捌看火烧厝哦？捌无？火烧厝哦，你若较慢走就烧死哦。啊，所以咱啊。这个三界不安啊，亲像火铁咁快，到底这三界来会轮回呀、啊？啊，就是火铁个燃烧咁快哦！啊，啊，你呐知影这个意思呢？咱伫这个三界之中哦，咱也要修行哦，原始发中哦，咱嘛会成佛哦，是较慢之一了哦。可以讲，咱伫这里念阿弥陀佛。咱嘛伫即个娑婆世界，伫欲界内底人类伫念阿弥陀佛啦，咱也无离开这娑婆世界啊！啊，那咱将来即个辛苦死了后，确实阿弥陀给咱采叫世界，咱莲花化身，咱只念声叫世界，咱的莲花含咱的名都写伫遐，愈念就愈大类，叫做上品上生，办大念的人中品中生。啊，国家办单的人下品下生，啊，你若拢唔念，一般的人拢无念，拢未生，啊，永远就火体来。所以咱虽然是火体来的，咱也要变是念佛，啊，我们两个就要接到世界，都只讲过，你的念界调心，想想下出车祸，你要发一声阿弥陀，规台车弄个乱乱，确实你人平安平安哦，啊。车弄个暖暖，这种车亲像火铁哦，就车像火铁。啊，出车祸时，你那不要念阿弥陀，你含只车拢弄死的车底哦。啊，你这三界来啊，啊，犹如火铁啊。假使咱来念佛，念个念二无念无念，咱不是生活底向来念阿弥陀出来。安尼哦，啊，虽然是火铁，原是发中王，一只车弄个暖暖。嗯，这三千大千世界拢害掉去啊！嘿，咱确实好好哦，原是发中王哦，啊，所以啊，用这车比喻大家听哦，啊，是咱合乎的。虽然咱的娑婆世界，咱也要进入这啊阿弥陀的净土法门哦，啊，咱今生咱都会了生死，因为呢，因为这就是宗旨，啊。所以，咱虽然未晓念经，哎，一会儿阿弥陀给咱念遍遍，这叫做佛的宗旨。咱会晓念经，虽然有时间，还有在念经，捌字，唔过你唔知这本经的意思哦，啊，未晓将这本意思回归来修行哦，系阿弥陀一知，将每一本经的意义持之不忘，落到阿弥陀佛的阿弥陀底啊，回向咱一切众生。咱啊来改念呢，就叫做伊个宗旨啊。佮进一步叫做咒，咒的宗旨。啥物是咒的宗旨呢？这个咒的宗旨啊，咒者诸佛菩萨啊，在的禅定中所说的秘密语啊，秘密啊，就是啊。不好把人摘下去啊！这不是药，这酒啊，咱的酒拢无翻译，现在歪翻译，惊你有分别心啦，怕你有分别心啊！所以，特你吃酒啊，得你念咪就好啊！啊，这酒啊。要安怎才会相应呢？要安怎饲
啊，这酒才有功效呢。真济人哦，真济人拢安尼讲哦。师傅啊，我看你咧念迄大悲咒一时啊尔，伊也就念了一遍。啊，伊啊这大悲咒最，我看当真拢做效未哦。啊，我家己饲个太拢无啥效哈，无啥效。我安尼讲啦，我们唔知啊。所以这酒啊，要安怎饲个灵验呢？爱三密合一。三密啊，三密叫做三密，身口意，身口意，三密合一，安尼你个酒气个一定做灵验的啊。心就是身躯，身躯个结手印，一个酒，一个酒个手印啊。可能咱吃大啤酒，爱结只莲花掌，结只莲花掌，心啊。靠呢，你也念大悲咒。你莫讲沿路看，沿路念，安尼你吼，安尼你就移到阿弥陀佛。你爱要背，你手虽然结手印咯，啊，你大悲咒直直念出来，所以你要真实爱要背，啊，得靠直直念出来。伊要做观想，啊，念这大悲咒啊，爱观想一下，黑哩黑哩哦。啊，新二轮来对哦，啊，自己这黑哩黑哩啊，放白色的光明，照着啊，十方世界众生，照着个的在众生业障当中消除，你要做一份观想，啊，所以这个叫身口意三命的合一，啊，所以当你持这个时阵，啊，手结手印。啊，嘴直直念出来，啊，心做一款观想，嘛就刻刻心做一款观想，直直念，直直念，直念，啊，安尼叫做三密合一，啊，啊，这三密合一啊，唔是干那安尼就会念念哦，爱念偌久啊，30万遍，你持30万遍的咒念啊，或者用大悲咒，你该有持有30万遍的大悲咒啊，你过过，你能发到三密合一，持个拢足念念的。啊，人家你去研究究的啦，家己去亲去亲亲的看活动啦，嗯，啊，你个想看嘛？一个酒，咱跟那手印都唔捌咯，啊，手印都唔捌，要怎个手印呢？啊，一个酒都遮歹背哦，啊，我背足久都背未晓，我可不可以练念就下等了，看要遐背讲，啊。啊！你个爱要观想哦，啊，要安怎观想爱栽哦？几个种子日啊，还叫做种子日啊，啊，叫做种子日啊。所以啊，这大行拢唔捌，干那要叫伊练念，干那等下念念，你就会练念，哎，就无遐简单啦。啊，我爱念话句30万遍，你懂诶？三昧合一，直直持续30万遍。啊！呢，后摆个持续做练习呢，我哋个看是足困难的啦。就是密宗个专门的念咒啦，我看伊嘛做未到啦，我哋个想啦。啊，一行咒到基础啊，护方讲万行咒，佛祖讲的咒是有够济哦。你迄密，迄个叫啥？密宗个你个看卖下嘞，啊，互你捌未了。干那看你都看未了，你搁要持，搁要安尼三昧合一持30万遍，迄只无咧简单。呀，阿弥陀佛知哦，伊知讲这啊，这恁做未到啦，归去我拢甲你持，日不忘落出这阿弥陀阿弥陀底啦，你莫甲我念就好啦。你若甲我念，就是自我装持啦。哎，太无人怕屁破啊！啊！所以讲啊，啊，佛祖在咱未啊，人讲下个必须动海哦，必须动海，恁听无？啊，病个必须，病无落来啦，恁这凡夫嘛，你有可能？哎，佛祖伊就教人讲啊，啊，你念我的名号，阿弥陀，你都安尼加念就好啊，你都欢欢喜喜的念我这，就算我这，轻轻松松拢免乎你安尼干干苦苦。啊，所以这个法门就是这殊胜哦，
啊，所以这个阿里啊，嘿，伊已经济哦，啊，旧的中气哦，你看嘛，咱跟他念就是阿里尔，伊所有的旧拢成就，这个阿里啊。啊，就是有成就的意思，有无量的意思。无量的法门拢成就，欢喜成就，真济意思啦。啊，是啊，因为无量的意思啊。啊，阿摩尼八比哄啊，我个人先啊，爱念只阿摩尼八比哄。这阿弥就是无量的意思啊。阿弥啊，唔就是下欢喜的意思啊，阿弥是皈依的意思啊，真正意思、啊。money 啊，外国人的钱叫做 money， 是吧？外国人的 money 啊，money 就是钱啊。啊，这个酒，money 是啥？摩尼珠啊，摩尼波珠都是最巨大的物件。啊，就是来也不落啊！啊，比英国讲的 money 更加好，哈哈，比英国讲的钱更加好啦！啊，所以啊，哈、哦，真济的钱哦，无量的钱嘛 ，all money， 把米放拢走来咱厝里，家庭了就放嘛，咱的厝，咱的家嘛，真济钱拢走来咱家，富起国国人听落来变死念哦！啊，所以密宗的迄个做是啥？达赖喇嘛哦，去到外国弘扬伊的密宗，是安怎太向的思想？呼，因只外国人伊拢总是啊唯物观的呀、啊，拢总是或者是做哪？功利主义的呀、啊，愈借钱愈好呀、啊！吼、哦，伊听只阿摩尼八咪吼，真借钱拢走到阮厝来，安尼伊就变死念。啊，是其实这个意思是吧？嘛有这个意思啦，摩尼就是摩尼波珠啦，啊，把面放放就是成就啦，一切法当中的成就啦，一切法都会成就啊，一寡金银财宝哪会未成就呢？对不？摩尼波珠伊就是一生一切物件，你爱生就有生，叫做摩尼波珠啊，摩尼宝珠啊，以物济贫穷啊，啊。咱这心嘛，啊，亲像摩尼波珠啊，哎，以物济贫穷啊，你爱善就有善啊，啊，哎，所以外国人听到安尼就变死念，所以达赖喇嘛去到外国作响的原因就是遐哦，啊哈哈，啊，这酒啊，意义真深，爱种植住的，咱爱栽，不管真恶气啦。就是一笔账啊，伊嘛无得讲啊，三昧和一念个三十万遍，拢中心不乱。一直不可能的代志啊！阿弥陀在哦，伊就给咱持一波，落到这阿弥陀的回向，咱一切众生啊！啊，咱改念，咱就是九个中气，进一步叫做忍的中气哦。什么叫做忍？忍者啊，将这心啊，忍可在实相的顶头，起一不忘，将心忍可在实相之中。持而不忘，持而不忘，安尼叫做忍的中气。心都无简单啊！你要把这点心都无简单，把这个实相你都无简单啊！这实相，哈、啊，金刚讲，凡所有相皆是希望，一切相拢是希望相哦，啊，一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你若知讲一切相拢是虚妄相，安尼当下就叫做实相。啊，你金刚经内底讲的哦，牛一大师安尼讲，讲离一切相即一切法，离果无相即果无不相，啊，讲明为实相。哈哈，真深啦，啊，离一切相即一切法，他都讲过啊，离相啊。啊，外面着想啊，咱爱理想啊，咱人拢是叫这想跟咱比，这在那真水，啊，你得加加看几眼啊！哦，这人真缘投，你要加加看几眼啊！哦，啊，这种着想哦，啊，叫想比去啊！这物件真水，就想要爱哦，啊，爱情啊，爱东爱西哦，
这种着想，贪家己的辛苦，啊，这个叫五执，执咱家己的想，贪外口心辛苦，心外口的物件，这就叫做这个五执啊，叫做法执，啊，这东西基本叫做着想。咱就是叫做想，把咱未个变凡夫，未个颠颠倒倒变凡夫。所以佛祖就给咱教，这想拢是希望的，拢不是实在，拢希望想的。一切物件拢成住坏空啊！啊，因缘合法吧，希望优先，因缘啊别离物件都无去。啊，我不是的，比如啊，比如就该背啊，肥的背啊。啊，这个背后加上那东调的哦，东太宗用过哦，啊，嗰是大陆哦，晋德，咱有读过地理历史就知哦，晋德的头的肥啊，同世界上有名哦，啊，嗰晋德的肥啊又烧出来哦，啊，嗰是东调，佮即摆嗰东太宗用过有签伊的名底下，邓英啊底下哦，还有背后拢有画迄画啊，迄画嗰东北方画哦。中国的很有名的画家哦，伊也是颜真卿写哟。哎，颜真卿是书法家哦。即摆即个背后，那我即摆来人出五千万哦，5000万出几钱呢？那啊，人出你唔卖哦，那你想唔卖？我即个背后有你5000万呐、啊，我俾他卖1亿万就俾卖啊。啊，即摆总统来个南岛哦，你开一个背后请哟，啊，泡在当顶。10000块的当顶地请哟，啊！伊讲总统啊，伊我这个背啊，有人出5000万，我唔卖哦。你总太宗用过哦，或者甲解释会听啊。啊，你做总统甲东西，总太宗讲级的哦。你今日来，我足欢喜穿这款背啊，请你哦，泡当顶10000块，请你哦。师傅，那去领导你用这款背啊，请我哦，那尊敬师傅哦，啊，伊总统足欢喜的哦。那总统就回来哦，哎，啊，你就对着外口出去哦，啊，出去的时候上总统出去啊，啊，您太太是进来在收这桌顶哦，啊，这不小心砰一下，我都弄破哟，5000万的不要弄破哟，啊，5000万足济呢，弄破无半剩去呢，啊，本来两阿婆都在冤家哦，只把这5000万的不要弄破，这下没得了，啊。这乡里边个地，两阿婆都冤家相跑啊！伊讲，你那个不小心啊，我5000万不会你给弄破去啊！因太太，也要推车走路呢，赶去因先生怕，弄你嘛放心，你啦，你也卖放心去，你不要出来听总统话说，给你弄破去。伊讲，你那家己不小心，你讲啥，两个都冤家相跑。我找某人手较烂，力较大，拍一个拍死哦。啊，因某叫拍死，因先生红脸关哦。啊，囡仔两三岁尔，无人饲哦。为着5000万的背啊，家破人亡。啊，这个你就想哦。假使讲咱下课听了书讲这了啊，无什么都实相哦。再讲一切拢因缘符合的哦，这背啊，伊土去做的呀，哎，灰啊油去烧的呀，这土这灰啊油。啊，即系话，即系字，即拢因缘嘅。啊，即物件拢会成住坏空，到一个时间到，拢会害掉去。啊，所以讲因缘嘅符合就即个杯啊。因缘嘅散去，即个杯就无，你哋嚟加温，加个1万度，伊劈掉去啊，啊是放去砰就破去啊，一个冷却，伊嘛是会破去啊。伫即个因缘之下，即个杯会成立，离开即个因缘，即杯就无去。佛祖可能讲一番道理。所以叫咱卖执想，啊，咱啊查这款道理，就叫做实相。俺大家听有无？啊，这叫做凡所想，皆是希望。一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咱啊查这个背啊，就是因缘生，因缘灭，安尼当下叫做实相。所以有相诶，叫做有相的实相。看未到、望未到，咱这心性啊，叫做无相的实相啊，啊，这种叫做实相哦。所以，咱也要将这心啊安在这实相的顶头，安那持之不忘，咱一离一切相啊，别去想去，别去这想，别去或者离相。
迄个离一切相。你别去别去了，就离一切相。所以这家庭关系就是一个相哦，你那离哦，你那无离哦，后辈的家庭关系要死你死别去，我活未来哦。让你孙给你拖掉掉哦。那阿别安怎？你要离。再讲这家庭关系嘛是同款一个因缘生因缘灭的啊。你啊，安尼叫做理想，安尼叫做实相，啊！咱将来两部看到合作来，咱何解去叫做世界？你都别出只贪乱，哎，咱对了生死出轮回。这款道理真深，合作知影。过去我给你持，持个好势好势，持之不忘，拢将这心经或者是上个顶头，将这道理给落在阿弥陀阿弥头底下落哟。你也卖给我念咯，你呐给我念。就是你的宗旨，所以咱念佛就是实相念佛咯。安尼大家听有无？啊，所以这念佛的道理真深哦，唔是无道理哦。啊，所以讲呢，这样就叫做妙法藏，叫做妙法藏啊，破了一切一陀罗尼门，也就是讲一切法门。隆重地是阿弥陀的名号头底啊，尔无出这阿弥陀的名号。所以讲念一句佛，这小人八十一劫的生死当罪；念一句佛，难度的了生死观因都得加。哈，然后就跟大家讲个加哦，叫做法力充满阿弥陀佛。啊，咱来回向啊，愿以此功德。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当生极乐国。